徒步成恋爱大波，商规则。这个是在恋爱百货里面买卖商铺哎。现在单身狗玩个游戏都有被冒犯到。好了好了，选人物。哦，我要这个，这个可爱，小狗。就你个单身狗，你就该这个。这个叫目标，和对方停留在同一格的时候，可以偷取一张道具卡或者200万。我要。哎，那他这个每个人物都有技能吗？是啊，我这个叫亨利，每次经过银行都能获得100万。亨利这个名字听着就有钱哎。啊，那银行是他家开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最适合刘维拿了。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产业，什么明达产业，对，什么明达什么工业，什么明达中学，明达眼镜，明达文具。那我就是能要这个小桃了，是吧？小桃的技能是每个回合开始之前可以选择摇一颗骰子或者两个骰子。你这个是陶比特，可以多花200万额外抽取一张道具卡。啊，那道具卡？道具卡都是有用的卡，道具卡。道具卡。我跟谁一对啊？你跟绿明达一对，我和老曹一对。心愿卡，心愿卡就是输了的要帮赢了的那方实现的道具，可以自己写。一共有20张心愿卡，这个适合你，帮我按摩30分钟。我要这个，30分钟有点短吧？你怎么那么贪心？30分钟你就满意了？30分钟多累啊，按摩那么耗费体力。不用了，我要自己写。那我也自己写一个给你啊！我要，哎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放到心愿池里。哎，你们写不能写那种特别过分的，不过分都是今日能完成的。你们俩都两个赖，我觉得曹月月跟班长果月肯定也会变赖。赖皮是会传染的，那赖传染也先传染给你。猜一下嘛，你猜班长果写的什么？让他们也猜，让弹幕飘起来，看谁最后能猜对。每人2000万。好，我有2000万，我也是2000万。好了，开始。这是几？八。哎。来。10、90事件，恋爱百货旺季大促，导致交通堵塞，下回合每人只能走一步，就是你们啊，不用甩骰子了，就只能走一步。记了。六道具，我拿一张道具呗，均富卡，双方将手中的现金放在一起，重新平均分配，留着，选择摇一颗，三挑战啊，挑战成功加300元，300万，蒙眼猜东西，对方选择一个物品，玩家需要在蒙眼的情况下用脸颊触碰物品并猜出是什么，我哪知道你选什么，选吧快，选吧选吧，快点快，你不能拿太难的，哎，别扎我，不扎你。我看着都害怕。化妆刷啊，错了。不对，哎，有几次机会啊？没事，我8次。是毛毛。等一下，不行，得换个部位。啊，它是个特别大的东西是吗？毛绒玩具。无语，都怪曹丽丽。好，拿300万。你真没玩过大富翁啊？我真没玩过。啊，有个老年人。你也得走一步。Beauty Lab 变美研究所非常适合。300万。300万。你也没用的。真的是。我走一步。那哪是你的，这是斑斑的，人家有小辫儿的，没看着吗？你动我干嘛？宜家盖个房子，点大。又该我了。五三四五。啊，服装店。哎，这地儿咋这么适合我呢？100万，买。3。啊，真是不好意思嘛。哎呀，回本了呢。哎呀，3。咋了？咋了？服装店，送给300万。真可怜，离我要破产。300万，真狗啊！彪彪就是狗，300万。彪彪是狗，狗是彪彪。啊，无语，挣回来啊！五了，七，1、2、3、4，我俩。哎呀，咋了？服装店？他这个服装店怎么那么讨厌？咋了？别问，太无语了。别问咋了，问咋了就是200万。我要这个粉。啊！平地起高楼。快走到他们前面。6、6买优衣库啊，优衣库100万买了，这个你该去啊，是啊，我该去，我是优衣吗？11哈，11挑战，唱一首对方最喜欢的歌，忐忑吧，为了300万哈，唱啊，我听一下，我听一下，来我听，我听要唱啊，不要，我求你，你唱唱，是啊哦啊哦，对啊啊。哎，阿萨多，阿萨迪个迪个多，行了行了，我脚趾都抠出紫禁城了。哎呀，他们怎么老买房子呀？我们俩怎么没钱买房？300万，不行不行，我这啥？不行不行，属羊属星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在这儿买买，淘气买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哎，当和对方停留在同一格时，可以偷一张道具卡或200万现金。来，先偷200万现金。我无语了，当狗这条狗是最强的，我是狗。12、12事件，店铺被恋爱综艺翻牌，成为网红打卡店。接下来3回合，你所有店铺租金翻倍。
漂亮。没关系，我们不一定走。满才300万。他们好有钱啊，那店好多呀。对呀，我也觉得。300万买了，你有什么用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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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语。有俩安全一点。这是九，欢迎光临200万，欢迎光临200万，400万是吗？所以对400万，淘淘给我400万。哎呀妈，好恶心！对，小指又抠出紫禁城了。一二三四，来！哎呀，什么嘛？200万，臭手！200万，我怎么可能摇到一呢？真是，我得多废物！五，一二三四，600万，600万哟！三四，600万哦！600万哦！怎么这么贵呀、啊？600万哦！恋爱百货举行时装秀，号召所有服饰类升级改造，每间店可花100万加盖一层。啊，太棒了！那家那一排都是我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说什么搞？只有这个是服饰的。对呀、啊。这一排是美食。对。这一排是娱乐。对。这一排是生活。对，分布的特别明确。哦、谢谢李勇。感谢老铁，那么小人得志的样子，200万，模仿对方出事的表情包，有什么是我不能做到的呢？姐，要这样啊，那多狠！哎，这个，哎呀，模仿这个表情包，不简单呐、啊！你没有模仿到神韵，你不懂，你不会，不行，你得让那个眉毛得皱起来，不行，你眉毛还是直着的呢。你那眉毛长得跟蛆一样，急地拐弯的，你知道吗？行了。眉毛都不对，像的扣一，不像的扣零，扣的零多，我们再把300还回去。对，到时候再还你们。对，还能怎么样？我们不赖皮。对，我们不赖皮。对方闭上眼睛给你涂口红，并拍照发朋友圈。口红，口红，这个涂上嘴，是不是特别好看，特别显白？这事，你不许动！我没涂完，你不许动！你动我就得重新涂啊！不要300万，哎，都涂牙上了，涂牙上了。嗯，啊，那300万是给谁呀、啊？给你们呀。啊，太好了，赚300万的。努力赚钱养你。啊，我们有300万了，太好了。6.5 hours later， 彼此都不花钱、啊。有钱，没钱了。10万。这是我们的，还有谁是我们的？给你们的。有钱花不出去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心愿卡吧。用不到了。看看你的下午茶，承包我一周的下午茶。啊，我选。做梦吧你。做梦吧。无语。用我按摩30分钟，付费老曹可以给你按。哎，你看老曹这个多离谱，今天之内帮我找到男朋友，做梦呢？咋做梦呢？哎，你说今天之内完成的，那是你们。范德博这个更离谱。他这是啥呀？我这个不离谱啊。我先给镜头看。是今日份可以完成的呀。今日之内，刘明达答应我一辈子不让我做家务。我这是今日份可以完成的吧？啊、以后周末让刘勇去咱们家做。对，我这咋的了？我这算了，算了，我这为啥找啊？现在你去给我找，现在出去，给我找去。你是冰冰是吧？把朱十七送给你当男朋友。不行，不是小动物，男朋友，男人。哎，我下回要有男朋友了，我就带我男朋友一起玩大富翁，我才不带他看什么电影呢，没意思。啊，那如果要等到你找到男朋友再玩，那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再玩啊？找不找到男朋友不是你们的问题吗？啊，这不是你们的任务吗？我都写心愿卡上了。我哎，以后你每次玩的时候都在那个心愿卡上写，帮我找一个做一辈子家务的男朋友。我看你们能不能帮我找着。对，下次我们叫上秦红一起玩。喂，108，这里有人抢男人。瞎说。拜拜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这个一键三连，拜拜。